118呢？大杨哥，师傅今天调又在家呢。那你有空帮我跑一趟吗？这客户今天就要。哦，好。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文件。哦，那进来吧。嗯。师傅，我能进这个洗手间吗？前面左手边就是。情侣牙刷，女生的化妆品。谁来了？师傅，既然你家有客人，我东西送了就先走了。姐，是我徒弟来了。姐，你好啊，小姑娘。你好。家里的女孩子也不知道收拾收拾，看你那个邋遢的样子，快去洗洗。哎呦，知道啦。小姑娘，快来。哎。姐，我洗面奶怎么没了？你那个破洗面奶我给你扔了，正好我给你姐夫买的欧莱雅男友礼盒到了，你先用这个好好捯饬一下你自己。那我就叫我姐夫光啦。No， 就是这个零添加的，里面还含有天然白桦精粹加维生素 E， 最适合你们这种糙汉的。得嘞。새로운시작은별설에게하지모든거이겨낼거처럼。洗完脸是感觉舒服多了。哎，光洗脸哪够啊，这还有水凝露和滋润乳，一个清爽保湿，一个细腻皮肤。礼盒还可以选择这个进口香氛爽肤水，里面含维生素原 B5， 可以进行补水修护的。嗯，是感觉清爽多了。听我的没错吧，还是第一次有女孩来家里呢，你不会喜欢我弟弟吧？我姐，小孩脸皮薄，你别逗他。你不会喜欢我弟弟吧？我姐，小孩脸皮薄，你别逗他啦。喝点咖啡。哦，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衣服脱下来给我洗吧，我去接豆豆放学，你一会儿等衣服干了再走啊。谢谢姐姐。师傅，我能早点回去吗？外面现在3度呢，你明天想请病假直说。可是，你先穿这个吧。谢谢师傅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师傅，好像从外面反锁了，只能等我姐回来了。哎，相差一总只有一分。小孩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是。快尝尝。这是什么？闻起来好香啊！这是优染咖啡，采用的是阿拉比卡单元精品咖啡豆。我姐一直喝这个，真的好好喝。你喜欢就好。师傅，你要不要尝尝蛋糕？确实不错。师傅，我去看衣服干了没？衣服干了。师傅，要不我先……师傅呢？师傅。还是我来吧。继续，接。幺八八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能做我男朋友吗？我之前一直不敢表白，都亏有坛子鼓励我，我才有了勇气和你说这些。你能不能？小孩，是你教他的。
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看到那个女的了吗？谁呀、是我弟的前女友，死缠烂打型的，赶紧帮他解决这朵烂桃花。我和师傅没到那个程度吧？嗨，早晚的事儿。我今天也没有化妆。走，跟我来。这是现在超火的植村秀和海贼王联名的限量款彩妆，颜色超美的，你快试试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等一下。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这样才对嘛，这么多东西一定很贵吧？没有，这些啊都是我在喵街上买的。现在银泰百货双十一狂欢 ，InTime 365会员硬核补贴，点击评论区应该还有更多优惠哦。姐，我还是不敢啊。哎，快去快去！你怎么了？我这位是哦，他俩是我公司的那个，我是他女朋友。女朋友？对啊，我们已经订婚了，订婚，而且。没事儿，就是孕吐有点明显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太好了，你终于有人要了，这个就当是给宝宝的见面礼。哎，老公，哎，等我一会儿。哎，你们俩好好的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师傅姐姐呢？小孩儿，你不解释一下吗？师傅，你听我讲，狡辩。诡辩。幺八八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多亏了盘子鼓励我。小孩儿。师傅，早。早啊，幺八八。早啊。哇，你这个被子还会变色，太有趣了吧！你喜欢，那送给你。看你这么宝贝，我还以为是你喜欢的人送的呢。我哪有什么喜欢的人呢？我中午自己做的菜，一起吃饭吗？好啊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就胃疼，老毛病了。原因一个。哎，团子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给师傅倒药，他胃疼。师傅，我给你冲了药，你要不要？你有没有烫到？没事，就是没拿稳。都红了还说没事？我先带你处理一下。是你的胃。已经没事了。团子，你的手疼不疼啊？